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看《大乘无量寿经解》第315面第二行。佛为大施主，普济助穷苦。大施主者，于一切人行大施，至于所施者，为是财也，法也。净言是云：法施化一，是为法施。景心思非之曰：于既贫穷，必财施苦，是为财施也。我们就看到此地啊。这是本师阿弥陀佛48愿圆满成就之后，这个行动就表现出来了。啊，这个行动是佛为大施主。啊，自行化他。经文上有6句。啊，后面5句是普济助穷苦。令彼诸群生长夜无忧恼，畜生种善根，成就菩提果。啊，这个菩提果就是成佛。这个不是啊，是令一切众生平等成佛。啊，这是名副其实的大施主。我们应当向佛学习啊！所施是财是法呢？财法通通都具足啊！净严寺慧圆大师。着重在法施，啊，法施化一也。众生贫苦从哪里来的？从迷惑来的。啊，所有一切苦，迷失了自信，可怜了。他对宇宙万有，他想错了，他看错了。啊，于是乎，他也说错了，他也做错了，造无量无边的业。业的果报就是设法界，设法界里面有染有净，有善有恶，啊，也就是有苦有乐，
佛告诉我们，苦是真的，乐是假的。啊，这很多人不知道啊。啊，他为什么不知道？粗心大意。如果细心的去观察呢，他就明白了。啊，苦，报苦，真的，大家都知道是苦。乐呢？佛说，乐是坏苦啊，这个乐不是真乐啊，是像麻醉剂一样，不是真的啊。那我们知道，饥饿是很苦啊，美食是很乐。但是饥饿苦是真的，美食能维持多久呢？啊，维持一天吧，一天都维持不了，几个小时，几个小时又饿了，啊，又要去找美食，那不就等服毒一样？啊，只能将你这个饥饿之苦啊，暂时止住啊，像止痛药一样止住啊。时间过了，效果就没有了，苦的现象又现前，那叫真苦啊！啊，佛确实是大医王，也是大施主。他知道众生苦的根源，帮助你把这个根拔掉，那就是破迷开悟。破迷之后，苦是永远脱离了。啊，开悟之后啊，你才得到真乐，那个乐与五欲六尘不相干，啊，可以说与六根、六尘、六识全不相干，这叫真乐。啊，不再为十八界所动摇了。这就必须要法师了啊！世尊当年在世为我们做的实验实现，49年天天讲经教学，这是法布施啊！众生闻法，我们在经典上看到，确实有不少啊善根厚的人、根性利的人，一部经听完了，他就回头是岸了，不再造业了。啊，甚至于还有根性很利的人，一部经还没听完，听了一半，听了三分之一，他开悟了。法布施的功德不可思议，法布施的功德究竟圆满啊！法施是治本啊，财施
是治标。啊，佛很慈悲，标本都治。景心寺偏重在财势上，愚济贫苦，比财势苦。啊，我们看到贫苦的人，你要劝他学佛，他三餐饭都吃不饱，他哪有心来学佛？啊，你能把他基本的生活解决掉了，你劝他来学佛，他就来了。啊，这是大乘教里头，佛教菩萨对一切众生，先以利欲钩，后令入佛智。啊。先以欲购迁呢，那就是财势啊。所以佛教菩萨有四摄法了啊，摄受一切众生。四摄法里面头一条就是财布施，这布施。啊，他迫切需要啊，你要帮助他。啊，财施，他立刻就感到恩惠，他对你就产生好感。啊，你再劝他学佛，他听得进去。对，你是个好人呐！啊，你不会害我。六度里面的布施，跟四摄法的布施，意思完全不一样。六度里面的布施，佛教菩萨放下贪嗔痴啊，布施的目的在此地。四摄法里面的布施，它的用意与一切众生皆发愿。佛不度无缘之人啊，那么菩萨要想普度众生，就必须要跟众生结缘啊。那结缘，我们没有这个财力怎么办？早年李老师教我们这些学生，我们跟他学讲经的20多个人，他非常重视四摄法啊，与众生结缘，告诉我们，纵然是菩萨甚至成佛了，因为在因地当中，跟众生结的缘很薄，所以成佛之后讲经说法听众不多。啊，度众不广，这什么原因？因地没给众生结缘。啊，所以老师很重视让我们学生跟大众结缘。
那我们说，老师，我们没有钱呢，怎么戒罚了？戒缘不要钱呐，李老师一个星期讲经一次，星期三，时间地点是固定的，不需要宣传。在台中住了38年，大家都知道。他讲经的那一天，我们20几个同学都去做义工，排队在门口，欢迎来听经的大众。大众进到我们这个佛堂来听经了，我们就做接待，引导他，替他找座位，替他拿经本，把今天讲的什么地方翻开了指给他看。这都是戒缘吗？非常亲切接待。如果还有几个零钱呢，可以买一包花生米，一个人一粒，一个人一粒花生，一个人一块小糖，这都是戒缘嘛，令众生生欢喜心啊，花费不多啊，一个星期再讲经4次。一次用1块钱，一个星期不过，一个月不过4块钱了。那我们就学会了。那么这个都是属于四摄法里头的。四摄法你看，布施。我们用内财布施啊，做义工是内财。用身体，用我们的劳力，用时间，这个金钱那个东西那是外财呀，内外都要是。第二个是爱语。柔和的言语谦卑恭敬的态度来接待大众让每一个听经的人都感到到这个佛堂来接待的人非常亲切非常和睦让他生欢喜心，让他有好印象。他到这个佛堂，他就很安静，专心来听教例行所有作为都是利益大众。在讲堂里面同事共同学这部经，共同修这个法门这是佛教菩萨四摄法那么这个都是属于四摄，都是财法通通都包括了。所以财施是戒瘾，罚施是目的。一个治标，一个治本。下面是宗尽录95月。宗尽录有100卷。95卷有这么几句话：一，
无才法，名为贫穷啊。故知普济贫苦啊，继续才法并施。啊，贫苦这两个字，可以涵盖六道所有的众生。啊，那六道里头有大富大贵呀，没错，大富大贵，他物质上他不贫，精神上贫。啊，为什么呢？没有智慧啊。我想很多同学都了解一个事实真相，那就是财富是福报。你这一生有财富，过去生中修福得来的。啊，可是这个财怎样用法，那是智慧。啊，智慧来用财啊，这财就变成功德了。啊，如果没有智慧，这个财富太多，很可能造作罪业，那个麻烦就大了，还不如没有的好啊！世世代代的人生。多半是生活都相当贫苦，他来生又到人间来了。啊，大富大贵，来生的人生就很困难。啊，如果他一生做好事，积功累德，他升天了，天道去了。啊，他用这些财富去贪图五欲六尘的享受，来生他可能到三途去了，人生难得了。啊，我们从外国催眠术里头发现，啊，有很多被催眠的人，来生还是人道，在前生也是人道，好多事都是人道，都是很普通的人。说明什么呢？这一生呢，没有什么大恶，也没有什么大善，哎，他保持在这个水平上。啊，大善大恶都不在人道了。啊，记得两种布施都非常重要。啊，但是财布施可以做一个引导，法布施为主。啊，释迦牟尼佛为我们实现的，一生49年。天天行法布施，这是主啊！故积功累德，这是下一品。啊，我们现在是毗陈正觉第七品。啊，第八品是积功累德，里面有这么一段经文。
这是佛教菩萨恒依布施，着重在恒，恒是恒常啊，不能间断的啊，要有恒心啊，以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般若六度之心。教化安利众生，助于无上真正之道。佛教菩萨就是教一切弟子们啊，我们今天发心皈依三宝，以佛为师，以法为师，啊，以僧为师，佛法僧都要懂得自信三宝，这才是真正归处啊。不能搞错了啊！自信的佛宝就是皈依觉，佛的意思是觉，觉而不迷啊！自信觉是真佛啊，自信正是真法法宝啊，自信净清净，这是僧宝皈依的时候。传授皈依的老师一定要把这个讲清楚讲明白，而不是皈依形式的三宝，在佛法名词叫住持三宝啊，住持三宝有作用，有什么作用呢？提醒你啊，你皈依了，没有人提醒，转眼就忘掉了，所以住持三宝功德不可思议啊！佛不在世了，啊，佛的形象在泥塑木雕啊，甚至于彩画画的这佛像，你见到佛像就提醒自己自心觉啊。慧能大师在《坛经》上教人皈依，皈依觉，皈依正，皈依净，然后再解释：佛者觉也，法者正也，僧者净也。啊，怎样才是真正皈依呢？皈是回头啊，你是依靠啊。我从迷惑颠倒回头，依靠自心觉，觉而不迷，就叫皈依。我从邪知邪见回过头来，依靠
正知正见，这叫皈依法。我从一切染污回过头来，依靠清净啊，身心清净，这叫皈依僧。啊，学佛从这里学起。啊，三皈是开始，觉真净啊。啊，它是开始啊，它也是圆满。啊，在我们无量寿经的经题上，觉是佛宝，平等是法宝，清净是僧宝。你看经题上清净平等就是三宝啊。啊，学佛学什么？就是学清净平等觉。那方法呢？方法84000法门，无量无边法门，任何一个法门不能离开这个原则，离开这个原则就不叫佛法了。啊，你比如布施，布施里头有清净平等觉。啊，持戒，持戒里头也有清净平等觉。啊，这就是佛法。没有清净平等觉，布施持戒也都是世间法。啊，世间法不能脱离六道，不能超越十法界，不能明心见性。这个不能不知道啊！啊，这是世尊对我们行的布施啊！啊，布施财布施，有内财布施跟外财布施。啊，内财，我们的智慧，我们的方法，我们的体力，我们的精神，我们的时间，啊，来从事义务工作。就是不要报酬的，这是说内财布施啊，内财布施这个果报超越外财啊，外财是你拿钱来布施啊，啊，固然也是好事，不是用你的身心。啊，用你的精力，用你的时间，啊，那是真的可贵呀！啊，所以在道场，在佛门，啊，做义工，都是属于内财布施，都是属于说，称之为呀大施主。啊，财修福，法是修慧，财布施得福报，法布施得智慧，无为布施得健康长寿。
这佛教导我们的。啊，三种布施都必须要学。六祖慧能大师是禅宗的，他在五祖的道场啊，黄梅8个月《坛经》上说得很清楚啊，8个月。五祖任和尚分配给他的工作是对方里面舂米破柴，这是他的本行，他是樵夫啊，卖柴的，在山上砍柴卖柴的樵夫。没有叫他听经，也没有叫他参禅。这什么意思？事出世间法，如果没有福报，别说你帮助别人，你自己顾自己都顾不了。所以佛门的谚语有所谓呀，法轮未转世轮先呐。这就是说明，在六道里头，福报比智慧重要啊！有福报的人，他一时不成问题；有智慧没有福报，一样会饿死啊！他活不下去啊！所以你是修福多重要。那么现代的人，我们论福报是一代不如一代，我们自己要知道啊！为什么说一代不如一代呢？他不修了，只知道享福，自己不知道修福。你命里头有多大福报，你会享尽。享尽之后怎么办？我没有福报。学佛没出家之前，我在灿云法师茅棚住过5个半月，做义工啊。茅棚里面一共5个人，3位是法师，还有一个老居士，70岁，朱金洲老居士。我跟他们住茅棚那一年是30岁，只有我一个年轻人，所以这茅棚里面所有一切工作我一个人做，
包括煮两餐饭，啊，茅棚过都是过午不食，啊，所以晚上不要烧饭。啊，在山上没有水电，啊，山上有泉水，距离不算太远。啊，我们想了个方法，砍竹子，把竹子里头竹节打通，就像管子一样去接水，从山上泉水接到我们茅棚。啊，但是有时候水就断掉了。啊，断掉什么原因呢？大概有野兽把我们的管子啊搞断了，啊，所以我们必须就是隔个一两天都要上山去检查这水管，啊，竹子接的，那时候物质非常贫乏了，没有现在的这个塑胶的管子，那个时候还没有啊，没有用塑胶东西啊，啊，塑胶袋这都没有。现在就方便多了，啊，每一天去捡柴火，住在山上，啊，烧灶，我做厨房，山上没有灯，没有电灯，点蜡烛，点油灯，晚上8点钟睡觉，早晨2点钟起床。啊，起床之后大家做早课，大概1个半小时，拜佛为主。啊，我的早课是每一天早晨拜300拜，晚课300拜，中午吃了饭200拜，每一天参云法师规定我拜800拜，啊，拜了半年了。啊，早课完了之后，我就在准备早餐。啊，法师对于饮食很重视。啊，早餐的时候要磨豆浆，啊，石头的磨子。晚上吃饭之前，把黄豆、花生。啊，泡一个小碗，啊，早晨起来的时候已经都泡开了，啊，稀饭煮好之后，磨出来的这个豆浆跟豆渣一起放在稀饭里面，那稀饭的确是好吃。自己种菜，啊，每一个星期到小镇里面去采购一次，啊，一次要去一天，走路没有车，啊，大概走2个多小时，啊，来回差不多要走路走5个小时。啊，我还能挑30-40斤，啊，挑个担子买菜买回来，一个星期的。这是修福啊！啊，离开参云法师那里，我就到李老师那里，他刚好办了一个慈光图书馆，啊。我把我自己收藏的书全部捐赠给他，啊，我在图书馆里做管理员，义工啊，
啊，跟老师学经教，啊，修这么一点福啊，不干怎么行呢？啊，我到晚年有这一点福报，是这一生修来的，啊，不是过去生的。这个道场不是我想建的，我一生当中没有建道场的观念。二是韩馆长往生之后，你们物资辈的师兄弟有一半人，20多人，没地方去啊！我们过去在一起学习啊，我不能够不顾住你们。这个道场是为你们自己建的，比台湾、比国内的大道场，我们比不上人家。但是修学的环境，我觉得很舒适。你们不要去化缘。不要去徒步，啊，四世供养能维持一个简单的标准，能过得去啊，在这个地方真正好用功。真正能够把心定下来，在这边住上10年，你不能不成就。啊，可是道场今年10年了，没有一个开悟的，没有一个正果的，说明。你们在这里享了10年福，啊，10年清福啊！不能成就的原因，是你们没有依教奉行，你们不知道。珍惜光阴，古人所谓一寸光阴一寸金啊，寸金难买寸光阴，怎么能叫光阴这样空过呢？啊，戒定慧三学。没成就啊！啊，那就是我们确确实实是把根本疏忽了，不是不知道，没有真干。中国大陆胡晓林去世。刘树云居士，他们学佛的时间比你们短，他们有非常明显的成就，那就是他把三个根做到了，啊，《弟子规》《感应篇》《十善业》做到了，
自己做到之后，他就感化一家，感化他一个小团体，互相临时做企业的，虽然企业不大，员工只有100多人，能把100多个员工变成像自己兄弟姐妹一样。做出了修身齐家的好榜样啊！什么叫修身？什么叫齐家？你到他企业去看看，你就懂得了。他的企业就是100-200人这样大的一个家庭，一家和睦啊，一家同一条心，真正是同心同愿同德同行，他做到。时间只有4年呢，我们这个小团体跟他比不上。所以我希望你们大家努力。修净土就是一部无量寿经，一句阿弥陀佛，但是要记住3个根要是没有，不会成就。你成就的是世间法，世间法比不上胡小林的善法。这是真的，不是假的。这一次无量寿经，我们再一次学习，讲得很仔细，讲得很清楚，也真正是听明白、听懂了。你不能往生净土，那你要怪自己，你不能怪别人。这个缘无比的殊胜啊，在电视机面前学习的，在电脑屏幕前面学习的，真有成就的人不在少数啊，我清楚，我明白。我们真正的道场是在网络，是在微信。刘素云居士是从光碟上成就的，没见过面的。到他成就的时候，我才知道有这么一个人。一部无量寿经念了10年，一心不乱呐。给修学净宗的同学做了最好的榜样。这种成就，此地讲的3种布施都具足。自己成就了，佛为大施主，
普济诸穷苦啊！啊，他们做到了。这自利就是利他。自利之后的利他，还是自利。啊，自己没有得念佛三昧，没有开智慧，啊，你弘法利生。你是自利，不是利他了。得三昧开悟之后，才真的是利他。啊，我们为什么比不上那些成就的人？没有别的，人家专心，一心一意，放下万缘，以真诚恭敬。受持经教啊，他才能成就啊。啊，我们在这个地方所以不能成就，就是烦恼习气天天在增长，没有把它放下，亏吃在这个地方了。这不能不知道啊。不能不回头，啊！你们还是年轻的，回头还来得及啊！啊，持戒。一定要知道，《弟子规》《感应篇》是根本戒，没有这两样东西，你的戒就持不住。那为什么没根？我们必须要认识清楚。如果不从感应篇，不从弟子规下手，你就得像学小乘的律仪，啊，佛在经典里面亲口说的佛子。不先学小乘，后学大乘，非佛弟子。佛不承认你啊！啊，中国古代这些祖师大德，用儒跟道代替小乘，这1000多年的试验。成功啊，有道理。由成绩拿出来给你看呢、啊，你应该相信啊。啊，如果不愿意用儒跟道。也用小乘心啊，小乘三藏里面的律藏，要好好去学习。
忍辱、修学、成败的关键，你能不能忍？啊，时间是10年，专学一样。刘素云居士的成功，就是他能忍，听话嘛，就听懂一句话：“一门深入，常识熏修。”这句话他听懂，他真干了。啊，除这一本《无量寿经》之外，他不看第二本书。他听光碟，他得到那套光碟，我现在才知道，他是自己说出来的。啊，应该是我们在1996年、1997年的时候，在台湾。华藏图书馆讲的啊，《无量寿经》。那个时候，我跟黄念祖老居士还没有连上。我讲经的参考资料，是净隐寺。此地常常引用的，隋朝小慧远大师啊，他的《无量寿经注解》，我学过啊。再一个就是李老师的梅注，我是以梅注为主，参考净隐寺。艺术啊，好像讲了有70多个小时，70-80个小时这样的。那个时候还是录音带啊，不是录像，录音带。以后做成。光碟做成 CD， 他得到这一份资料，一天听一片，一片就1个小时，啊，这一片重复听10遍，啊，每天听经10个小时，专心听呢，啊，常识熏修嘛。啊，这一片光碟的时候听10遍，除听经之外就念佛，没有杂念呢。啊，真的万缘放下，他生活很简单的，他日常生活吃饭是1个菜呀，我们常住大概都有5-6个菜呀。他请朋友请客吃饭也是1个菜啊，生活非常节俭啊，一切随缘你去想，他心多清净啊！成功的秘诀在此地。
有人问他了，很想跟他学习，他说六个字，他说我的成功秘诀就是老实、听话、真干。说得不错，古今中外，所有成功的人都是这六个字。你能具备这六个字，你肯定成功。那换一句话是，你不成功，你就不老实，不听话，不肯真干。啊，人家把样子做出来了。这话不是传说的，做出来给你看了。啊，所以你们大家也想想，他十年有这个成就，再有十年，他会比现在提高我的骨气。至少是5倍以上啊！我不说10倍，至少是5倍以上啊！就是再过10年，佛门的大德了。啊，根好扎得好啊！你们在我面前，我天天劝，天天讲，没人相信，没人肯干。啊，念念没有放下名闻利养，念念没有放下五欲六尘。这个麻烦就大了啊！障碍你自己的是你自己，除你自己之外，没有人障碍你忍辱精进啊，禅定。记住佛所说的一句话，至心一处，无事不办。你要把心放在一处，你会开悟，你会证佛，成佛。连开悟、成佛都能成就，那其他问题就更不必说了。哪有你办不到的事情啊？智慧应用在日常生活当中，就是善巧方便。啊，自他两利呀。啊，教化安利众生，我们今天自己不能安利，你就没有办法教人。安。没有怀疑了，没有忧虑，没有欲望，没
没有对立，心安理得了啊，怎么能做到呢？道理明白了，这个道理是什么？佛经上常讲的诸法实相，宇宙人生的真相，你真的清楚，真的明白了。华严经讲的透彻，贤首大师的还原观，皆要详明。我们讲过两遍，近代的科学家啊，物理学家给我们做出证明，证明佛在经上讲的诸法实相是真的。他们用精密的科学仪器观察到了，啊，观察的结果跟佛所说的相同。啊，我们听了科学家的报告，对于大乘的信心更坚定了，不再有丝毫怀疑了。那现在的问题呢？实相等着我们亲证。我们现在这个觉悟是解悟，不是证悟。啊，要怎样证悟？真干，真放下。啊，放下对一切法的执着，清净心就现前。心还不清净，说明你还没放下，执着没放下。执着真放下了，清净心就现前。清净心就是三昧，清净心生智慧。清净心现前，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得大自在。什么叫自在？随时可以去。你有慈悲心，怜悯这些苦难众生，你多住几年不碍事。不要很高啊，就这个本事就行了。这种本事得来的关键，就是放下对一切法的执着，啊，不要再执着了。放下对一切法的分别，你就得平等心，那更高了。那是生方便有余土，上三辈往生。上辈上生，上辈中生，上辈下生，得清净心的是方便土底下的两辈，啊，中辈下辈，六个品位，啊，合起来是九品的。如果真正做到不起心不动念，那恭喜你，你生西方极乐世界
十报庄严土。啊，生到那边你就成佛了。经典上讲得这么清楚，讲得这么明白。我们能不干吗？啊，这几句是引用下面一品的经文，到下面一品再细说。住于无上真正之道，无上真正之道就是这一本《大乘无量寿经》，就是这一句六字洪名“无上真正之道”。我学佛学了60年了，对这一句的意思，才完全肯定了，一点都不怀疑了。啊，所以我劝导大家，我们活在这个世界，心里的只有阿弥陀佛，除阿弥陀佛之外，什么都没有。多快乐，多自在呀！啊，法喜充满呐！心是阿弥陀佛，那愿还少得了吗？啊，愿当然与48愿相应。啊，260中起心动念是什么？起心动念全是阿弥陀佛。以阿弥陀佛成就自己，以阿弥陀佛教化众生。经中佛云，还是下面这一篇经里头所说的，手中常储无尽之宝，庄严之具啊，一切所需最上之物，礼要有情的财事，你看法事财事通通具足啊。啊，这财从哪里来呢？设法来，我跟大家讲的非常具体。只要你一心行道，许许多多的佛友都想做好事，不知道怎么做法。啊，你知道啊。那我们有一些点钱财通通奉献给你，你帮助我去做，财是从这里来的啊。这些佛友们对我有信心，他相信我，我不会拿去享受啊。啊，我拿到这个财，只做两桩事情啊。一个就是佛在经上讲的这个，为一切贫穷的
苦难众生，帮助他们啊，在物质上帮助他们，在精神上帮助他们啊。精神是发布施，发布施还是要用钱的啊。我们印诵经典，制作光碟啊，用卫星电视，用网际网络啊，建立这个小道场，希望在这个地方培养弘护人才啊，弘法护法的人才，这都不能离开财务啊。希望我们这个道场十年之后能有两三位超过我的人才，不超过我没用啊！我没有嫉妒心，我希望你们都在我之上，无论是智慧、德行啊、道理，方方面面都希望你能超过我，这世界就有救了。啊，我在这里给你们做个台阶，希望你们借着我的台阶往上面走啊。啊，做得到做不到的，不是做不到，很容易做到。啊，做不到就是你们不肯把烦恼习气这些啰嗦丢掉，你们天天背着这些东西，你们无法向上提升，这个东西丢掉不就升上去了啊，决定不可执着啊，这个小道场是一个修学的很好的环境啊，我们希望全世界有志于正法久住的同学们啊，发心续佛慧命啊，正法久住，发心传承中国传统文化，为往圣继绝学，为世界开太平啊，我都全心全力的供养护持照顾大家我们的藏经啊，对中国传统文化这些资料虽然不是很丰富啊，不能跟人家大学学校图书馆相比，可是帮助我们成就我们这些资源够了啊，我们这里收藏着有十种不同版本的大藏经啊，中国传统文化的四库全书
四库会要，都具足啊。我们正在委托书局给我们印的国学之要，大概四五月就可以出版了，而群书之要大概下个月底。我们有1000套精装本，有9000套平装本。精装本这个1000套，2月底我们就可以给拿到了。在释法里面，这2部书够了。佛法里头无量寿经、华严经、还原观足够了。一个人用10年时间专攻一部，不能搞多。你做个实验，做个样子，给全世界的人看看，这个方法好不好？例子多了，大家相信了，改变我们过去学习那个错误的方法，这个功德多大？这不可思议啊！不可以好高骛远。广学多闻，多少人羡慕，我也非常羡慕。可是，在我们这个世间，寿命有限呐，你能学得了吗？我的办法是我先到极乐世界，到极乐世界我有无量寿啊，然后我广学多闻，我不怕，我有的是时间，有的是寿命，我通通都可以学到。现在不能干这个事情，现在也干这个事情，极乐世界去不了了。你把你的力量分散掉了，今天我们的力量薄弱，集中在一点，就是取西方极乐世界，就在这一点上，这一向转念，一个方向，一个目标，到达极乐世界之后，广学多闻。没到极乐世界之前，我就一门深入。这是取极乐世界最殊胜的方法。故知大师主必须才发20，这真正的佛是真正的大师主从初发心，一直到成无上道。你问佛干的什么事情，就是
是谁？啊，是财是法了。啊，是财是法，一财即是品，这会疏里头说的。一法周无福。啊，有财，没有智慧也。也是没福报发布时帮助他们得真舍之力。这无量寿经上讲的三种真实啊，真舍之际那是明心见性，见性成佛。啊，真舍智慧，是自信，本自具足，慧能大师给我们做了榜样。大家都知道，他没念过书，他不认识字，事出世间一切法，你向他请教，他没有一样不知道。他智慧从哪来的？他开悟的时候告诉我，何其自信，本自具足。具足什么？具足智慧，具足无量无边无尽的智慧啊！具足德能，具足相好，就是《华严经》上佛说的，一切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大家平等的，没有哪个人说高一点，没有哪个人说少一点，没有，完全平等。啊，那为什么我们的智慧德相都没有了呢？佛说了，但以妄想执着而不能证得，佛在《华严经》上说的，慧能大师给我们做证明。啊，他开悟了之后，真的智慧显现，无所不知啊。无所不能啊。你在旁边读经，他在对面给你讲经，你会读，不懂的意思，他不用读，听了之后意思完全通达明了。他能做到，你做不了，为什么？他能肯放，他肯放下，你放不下吗？那放下什么？要放下无明烦恼。什么叫无明烦恼？起心动念叫无明烦恼。
慧能大师的本事就是六根接触六尘境界，不起心不动念，他有这个本事啊！不起心不动念是什么境界？如来果地上的境界啊，化身菩萨的境界啊，《大乘经》里面常说的大彻大悟，明心见性，见性成佛，就这个境界。六根在六尘境界上不起心不动念，就这个境界。所以，生佛平等啊，众生本来是佛。师尊讲的不错，只要你放下起心动念，你本来是佛。我们要不要做佛？要做佛就得放下。你要晓得，不起心不动念就通通放下了。放下执着，还有分别，还有起心动念。啊，放下分别，当然没有执着。但是还有起心动念，果报在四圣法界，不起心不动念的四圣法界没有了，十法界没有了，展现在你面前的是如来的报土。什么如来呢？你自信如来，你自信如来跟十方如来是一不是二，所以说诸佛的报土就是自信报土，自信的报土就是诸佛报土。不疑不义也，这真话，这不是假的。我们要冷静去观察，去思维，去审查我们应该怎样修。怎样修着？我们应该怎样生活？怎样工作？怎样处事待人接物？说俗一点，怎样过日子？过诸佛如来的日子，就在当下。啊，先成就自己，我们就能帮助别人，就能像诸佛一样做这个世间的大施主啊。普是平等的意思，以平等心，以平等的心
帮助一切苦难众生。在这个世界，拥有财富的人很多啊，我见过啊。得到崇高地位的人很多啊，也见过啊。他们并不快乐。无论是在物质或者在精神，物质是什么？身体，身体是物质啊，念头是精神的，有沉重的压力，使得不快乐。什么原因？他对于事实真相没有看破，没有看透，所以不能摆脱烦恼。烦恼是贫苦的根源。拥有财富的，他精神上有烦恼，所以精神贫苦啊。佛在经上讲啊，六道众生，地位才高，到摩西受罗天王。这最高的了，没有比这更高的了。有没有痛苦啊？有啊。什么痛苦啊？不能明心见性，不能得大自在。还是为烦恼所困扰，他痛苦在此地。换一句话说，他不知道把这些痛苦烦恼放下。也就是说，他执着，他分别，他起心动念。该为以财施救济世界贫穷困苦之人，以法施普利无佛闻法之士。这句话说得好，故名为大施主也。佛菩萨的财是救世的，佛菩萨的法是普度众生的。普度众生
能接受的那个众生要有福报啊。这个问题难了。世出世间福报从哪里生的？我们修净土，净土是第一等的福报。你修净土不能成就，不能往生，是你没有福。你不能怪别人。早年，净宗学院在美国成立，我写了个缘起，缘起里面提出净宗同学必须学习的五门功课，专讲行门。五门功课第一个是敬业三福，没福怎么行啊？第二是六合，第三个是三学，第四个是六度，第五个是普行十愿，很好记啊。我们用什么来修行？就用这五样。头一个，敬业三福。敬业三福三条，第一条第一句，孝养父母；第二句，奉事师长；我们想一想，这两句有没有做到？如果没有做到，无佛之人，念佛也不能往生极乐世界。这两句就落实在弟子规呀。弟子规做到了，你有福啊。感应篇你做到了，你有大福啊。十善业做到了，你有圆满的福报啊。所以儒释道这三个根呢，这是世出世间福德的根本，你能不修吗？你要没有这个根，佛来教你，也只能给你阿赖耶里头种个善根。所以，一粒而根，永为道种，这一生不能成就。为什么没这个福气呀？佛家讲缘分，这个福缘，也没这个福缘。你有这个福缘，你才能有成就。你细心观察每一个往生的人，他要没有这个福德的根源，他不能往生。第一福具足了，才能生出第二福。第二福是什么呢？受持三规，具足众戒，不犯威仪的小乘福。
啊，也叫二乘佛，声闻缘觉都以这个为根基。再往上提升，这大乘菩萨的福报，发菩提心，深信因果，读诵大乘，劝进行者，总共这三福三条，十一句，十句是成就自己，最后一句成就众生，那就为作大事主啊，劝进行者，自己成就啊，才能帮助别人。自己没有成就，需要别人来帮助我啊！我哪有能力帮助别人呢？啊，所以发誓普遍利益啊，帮助一下无佛闻法的众生。给他阿赖耶识里头下佛法的种子啊，他要真修福，他这一生会成就；他要不修福，这个种子会到来生后世啊，到哪一生你遇到缘了啊，你再修福了就会成就。没福不行啊。世尊一生的行仪，福慧双修啊，每一天都在真感啊，一切时一切处看到需要帮助的人，释迦牟尼佛立刻就伸出援手，做出榜样来给我们看。讲经教学，教化众生，49年没有一天空过。我们后人怎么比都比不上。啊，他的福报大，身体好，啊，老而不衰。一样教学，从无间断。入灭还表法给大家看，八相成道啊，无一不是。慈悲教化啊，我们要知道啊，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此地。